哥是怎么开始喜欢对方的、啊、出于同情啊。你可怜他哈，他只交了男朋友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他说是最近才开始的，所以还没有机会跟我们说咯。你说你跟我爸是初恋情人？小声一点啦，我拉你出来就是不想给其他人听到。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妈？我对花生有过敏，不能吃。阿欢啊，你怎么会不知道的？我知道啊。